给小朋友是最精华的东西，而不是让小朋友觉得无趣又不好玩。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的棒。那我们天天为请来分享他今天的收获。就是因为今天其实我蛮怕那些小朋友的，就是也不是说我很喜欢小朋友，可是我常常会把小朋友弄哭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他们就哭了。这样有一次我就是在我妈公司，然后她同事的小孩就冲进来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就哭着跑出去了。他就说我不要姐姐，我要哥哥，他就跑出去了。然后我就想，我做了什么吗？我就坐在那玩电脑，我就看到他跑进来就跑出去。对，有点怕小孩子常把他弄哭。然后今天之后就发现，其实那些小朋友其实蛮容易接近相处的。然后就是像刚刚讲的炸螃蟹那个，是因为我在教的那个小朋友，他是年纪比较小，然后也没用过电脑，所以他连按滑鼠都很吃力。所以我就觉得其实，然后而且时间也快不够了，我就想说其实做三个就够了，六个的话有点复杂了，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就是复制嘛，对。然后做三个其实就够了，所以就是我是去跟学妹他们提了这个意见，然后学妹他们采纳了，这样很棒的一遍。对，所以其实今天我很开心可以出来，然后跟一群小朋友们相处，对。然后谢谢大家。那今天也有小朋友跟你互动的，刚才在你旁边那位今天也是跟了你一整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有没有建立你一点，就是对于小朋友的一个信心？有。其实你也是让小朋友很容易亲近的、啊、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也是跟了我一起一整天，我就发现我一起旁边也是跟了一个小跟班、啊、到哪里都要细细的牵着他的手，然后都静静的。他们两个其实你们会聊天吗？我也是啊。不聊天的，但是他就默默的牵着，然后你都要跟在他旁边，就很有安全感。这样的感觉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？就是今天这样一整天跟每一位小朋友有这么多的接触。就是因为今天的小朋友就是有很多人，然后就是有的很活泼，然后有的很沉默。像就是今天我带的那个小朋友就很沉默，就是他几乎不会讲话，可是他就是一直看着窗外。我就问过他说，因为有太阳，我问他窗帘要不要拉起来，他说不要。然后他手上就边拆着他那颗碳60，然后就边一直看窗外，然后偶尔看到什么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姐姐你看。”然后可能整段路程很长，然后他就讲偶尔突然就讲了那么一句话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姐姐你看。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这看到的东西还蛮有趣的。”然后就觉得他怎么会注意到这种东西？一般来说，我上游览车基本上窗帘就拉起来，有太阳嘛，所以我就不会去看窗外。那不然就是晕车，然后躺旁边睡觉。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充满了那种想象力啊，然后也很有那种发现新的东西的那种能力的、所以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一点，不然因为长大，然后因为味道同学都是读书嘛，所以说该学学他们，就是偶尔看看窗外啊，绿的啊，新的东西的好奇，对，这样，然后还有对于新环境的一个感受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很棒，那我一起真的在小朋友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其实小朋友会这样子默默的久久的跟你说一句话，然后